呀，你轮转天气风湿骨痛好辛苦啊。奶奶，我啱啱买咗一个最新科技嘅太空小灵晶，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噶，咁就唔怕风湿骨痛啦。哇，咁好噶，咁啊买多个分享下俾阿姨婆啦。太空小灵晶可以喺六创意健康店买到。电话2882-4848，网址是www.healthshop.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今次的疗剂是叫做硫化锑、Antimonium crudum、或者是 Antimonium sulfide、Black sulfide of antimony、中文是硫化锑、okay? 这个硫化锑 Antimonium crudum 呢，其实呢可以简单一点、是有两大的应用的地方、第一就是在那个皮肤嗰方面嘅吓，咁通常咧，皮肤咧系好厚啦，可能系嗰、那个起咗疹啦，咁、就或者有有灰甲啦，同埋喺油呢种咁嘅皮肤嘅问题，咁通常咧呢啲咁样嘅情况咧，嗰、那个嗰啲油咧係通常好硬嘅，你望落去係好厚噶，記住嗰、那個硫化呢、硫化鈣 antimonium crudum 咧，個重心咧係皮膚係好厚嘅，好硬嘅，咁、所以咧，同埋佢啲油咧，即係油有好多類嘅，有啲油咧好軟嘅，有啲油咧係突出嚟嘅、好似椰菜花嘅油嘅，但係硫化鈣嘅油咧係好硬嘅。通常咧係圍住嗰啲指甲或者手指，你望落去咧，摸落去係好硬嘅嚇。呢種咁樣嘅 wash 呢種咁樣嘅油嚇，或者咧係皮膚咧係起疹，好容易起疹啊，好厚啊。嗱，咁呢個就係第一個應用嘅地方嘅嚇。第二個應用嘅地方咧就係消化嗰方面啦。咁咩情况之下我哋用得着呢个消化嘅症状呢，就係呢佢哋个要睇佢嗰个利、通常呢硫化锑嗰个利呢通常又厚又白， ok， 呢个係好紧要嘅资料嚟嘅、你用你如果你见到呢个嘅又厚又白嘅利胎呢，你就可以諗
硫化剂 antimonium crude 呢个疗剂嘅。咁譬如有时有啲人有肠胃可能感冒嗰啲我哋叫做肠胃嘅感冒 gastric flu 有高烧啊，有脱水啊咁样。咁通常个病人咧就会好敏感嘅，唔想人望佢嘅。细蚊仔病嗰阵时候咧，你去望佢咧，佢就避开你嘅，吓好敏感嘅，吓好难，即系好我叫 peevish 啊，即系好系好唔中意啊，同你接触啊，系嗰个情绪系好系好好难讨好吓呢种咁样嘅状态。咁如果你睇到佢嗰个有肠胃嘅问题啊，胃同埋肠嘅问题，加上你睇佢条脷咧系好厚厚嘅咧，咁呢个咧就系 antimonium crude 呢个主要嗰个疗剂嚟嘅啊。咁加上咧，佢哋系唔中意掂佢啦，佢唔舒服嘅时候咧，你唔可以搞佢，唔可以同佢噏嘅。antimonium crude 咧，仲好多时候咧系适合一啲婴儿或者细路仔吓。你胎后同埋年纪大嘅人嘅、比较年老啲嘅，咁亦都系用一啲人咧系比较胃食、好似猪咁样肥肥粗粗胃胃食食，我叫 glutton 啊，总之系好胃食嘅人嘅呢种咁样嘅体型呢个咁样嘅人。好啦，讲翻喺嗰个皮肤嗰度咧，同埋个指甲咧，通常有灰甲啦。同埋咧，嗰、那個指甲咧係變形嘅、通常係好厚或者裂咗或者係口即係都硬粗粗硬硬呢種咁樣嘅變形嘅指甲。同埋咧，佢皮膚起疹嘅地方咧，通常係比較痛嘅尤其是起咗疹之後，踩落去就好痛好痛嘅。咁呢個咧，你記住咧指甲。嘅問題，口裂嘅問題，我叫做 cripple nail， 即係通常咧就係話佢又乾又裂啦，又厚啦咁樣嘅嚇。好啦，咁喺同類療法咧，我哋好多時候咧都會留意嗰個脷胎個顏色嘅嚇。咁通常譬如如果你見到嘅個脷胎黃咧，同埋中間有一條痕嘅啦，喺中間咧，咁呢個咧係野定草 bacteria。咁野定草好多時候我哋係用喺一啲我哋叫做 toxic flu 嚇，即係好毒性嘅感冒。咁通常咧，你望條脷咧污污糟糟、臭臭黃黃嘅。如果你見到那個拱嘅水銀形嘅咧，通常咧就係嗰條脷咧就有地圖屑啦，同埋咧係好多口水嘅。咁另外一隻 antimonium tart 啊 ，antimonium tartaricum， 即係酒石酸體啦，就唔係嗰個硫化梯啦嚇。咁呢個 antimonium tart 咧，通常都係有白嘅脷胎嘅。而另外一隻 chelidonium 啦 ，chelidonium 咧係白屈菜素嚇 ，chelidonium 咧係主要係乾嘅，通常咧係黃色嘅。同埋蒲公英 terracium 咧都係黃色，加埋咧係地圖屑。新啊 ，cynicum 新咧，通常個調理係黑色嘅，同埋粗粗嘅，我哋叫粗，佢哋粗皮症 pellagra， 呢啲係種維他命B 嘅缺乏嘅病啦。咁呢個咧，個地圖嗰個調理咧，通常咧係比較會黑嘅。咁、那個療劑應該係 cynicum 嘅新。咁即係有時我哋可以咧喺睇嗰個脷嘅顏色咧。都可以咧，幫助我哋揾一個適當嘅療劑嘅。OK， 咁呢個咧就同大家簡單介紹下。咁喺個硫化梯啦，係第一喺嗰個皮膚粗厚嘅皮膚，同埋咧係指甲咧係爆裂K 型即變形嘅指甲或者灰甲。咁第二個範圍咧就係嗰個腸胃嘅問題。咁就最緊要咧。佢條脷胎咧係好厚好白 ，OK， 咁呢個咧係幫助你可以用到呢個療劑噶啦。袁醫生頭先介紹咗嘅同類療劑，覺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係唔係就係你嘅靈丹妙藥啊？需要嘅話，有關同類療法療劑可以喺。
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绿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的。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